加一下屏幕上面这个 NBDJ 陪玩这个微信，有需要找陪玩的可以加一下屏幕上面的微信去了解一下，然后需要通关中的也是可以加一下左下角的这个通关通关 Q 群，各位。搞什么呢？不尊重你锁哥。走一波吧，现在已经推过来了。也是不知道大家说吧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是专门玩上大家说的，不是很清楚。补刀有点臭啊，各位。亚索还能漏塔的，臭！内心之战才是最激烈的战斗。我好像应该挡一下他这一炮的。走，待我归来，当有何种机遇相迎？我这把比较怕这个东西，这东西飞起来杀我跟杀鸡一样。哎，来个吸血的去。哪个东西？对面 ADC， 这个尼拉起来很猛的。
操作有点拉胯，这波我的风墙放的不好，前面被亚索打太多血了，啊不对，被这个杰斯送了呀，这波直接，这波有机会双杀的，前面血量保好一点的话，一的不是很好，被炸了一炮，我强行一上去打他了，他补这个炮车，很有可能会对我逮住啊。 我一又菜了，我想闪现躲那个火男的 Q 的，我感觉我这个闪现没躲好。 杰斯补的还比我多了呀，没怎么漏刀啊，都死三次了。 被反杀了，哥们！啊，吸不上来。我想的是杀掉他 EQ W 挡远程兵的伤害，再吸点血，吸不上来，换了是亏的。 别的题呀、啊！
有击飞配合的就是爽，直接 EQ 接大就可以了。 谁呀？ 操作也没什么问题吧，姐？那没办法，这个人出黑切有点肉的。 哎呦，哎呦啊你，这么狠啊，哥们儿！你真会呀，不是哥们儿小时候就玩亚索的，这基本操作熟练于心，嗯。哥们可是小时候的小区第一亚索，你知道吧？都在看我玩亚索，边上四五个人呢。
没 Q 起来。我 Q 起来，这波应该能把杰杀了，可惜。啊！被打断。哦 ，Q 死了个小石头人，什么情况？没 Q 过去啊。送死我！为什么吵架总喜欢带家人？不都这样吗？来个先锋的，你，我先走了，再见，有事电话联系啊。想象美好，就注定一世生活在城市。啊！我大怎么接不上？大怎么接不上？我要 EQR 的，来把他越了。
Yeah.